好，各位观众们晚安啊，欢迎来到 爹的 FGO 实况台。好啦，今天其实一直都有不少人在问我说，爹，那个复刻撒巴沃斯那个高难度你打了没？还没啦，还没打。我刚刚在弄那个，你们也看了啊，台版这个什么狗屁突袭卡兹，害我还要特地花时间剪一支影片，真是。啊，好啦，反正因为就刚刚在弄那个东西，然后再处理一些其他的事情啊，还没打啊，现在打啊。那现在几点？我们现在我这边大概是10点多了，好啦，打了，来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撒巴沃斯的高难度到底有多高难，就多难。好，不过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我点数好像才20万，我才拿了一张的阿尔托利亚之星，顶不顶得住啊？顶不顶个孤啊？不知道，来试试看。看一下敌人类型，好，全部问号，不意外。好啦，我猜啦，因为 Saber Wars 的话，敌人八成应该有白傻利、傻巴利利，然后应该也会有还会有谁？应该会有吴王吧？我总觉得应该会一堆傻巴，可能傻巴轮流上吧。那傻巴是地鼠，不过我记得傻巴利利好像是人鼠，然后。Heroin X 是天星鼠的样子，那好吧，不管了。那好，我就知道肤浅选梅林，爽。那我们这边就来用我的万能队啊，也不能讲万能队。然后我们带上这次活动礼装，那这个啊 ，Pure 啊 ，Pure 啊 ，Pure 啊，不知道 Pure 啊什么鬼。好，然后后面我们再塞一张这个，然后干不行，爆了，带好了，然后来放一只压底，放一只压底谁好呢？剑指好了，剑指毕竟有伤害加成啊。好，冲田好了吧？中啊，不对，剑兰斯好，剑兰斯压底。刚刚剑兰斯可是你没理装装喽。我看一下，四星的话哦，不行哎，最低也是扣死五干。好，算了，不装就不装嘛。虽然可以装2、3、1、2星的理装，不过我想还是算了。那就这样吧，好了，试试看好了。Go！ 来，我们来看这个高难度有是怎么样战况。这次我会仔细阅读敌人的招式顺序了啊，不会再发生像上次一样那个复刻的那个空之境界一样啊，说明都没看清楚怎么打的，对不对？好，看一下，噔噔，好，开始了。好，等等。侵蚀率 10%、20%、35%， 这什么梗啊？这是星际大战的梗吗？侵蚀率10、20、35，有点像是说被那种被附身或者是被影响的感觉。但不行，这梗我看不懂。好，算了，不重要。开始。开一下好了。现在敌人打人都好碰了。然后，嘿，敌人血好多。可能要先把那一只打下来会比较好。不过我觉得开一个宝具直接扫过去比较快，好，就这样决定了，完美。好，就这么干。Okay, 好，没有问题，一切都照我的计划进行。Tell me to go。你们打我赖光打两下，干亚乐，等一下，那现在他就要放宝具嘞，哇，啊，糟糕，赖光 NP 还没满啊，不过等一下哦，18万，我想一下，赖光自己一套应该可以收掉他吧，好吧，那就 BQB 直接先收掉比利小子好了，你逼我的，不然他宝具满了。OK， 收掉了。OK， 好。然后，等一下，哦，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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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接下来一发宝具收掉三只，然后再三只。好，
这样的计划应该是很完美。好，梅林顺便帮赖光补个血，然后赖光的东西留起来。OK， 然后假设有没打死的话，啊，就继续接。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吧，这一发扫下去应该差不多了。啊，不过应该是会全死啊，后面 EX 不能接到，比较可惜。对，太痛了，太痛了。OK， 剩谁？65、95、侵蚀率100，哇，这是库与吕兄弟吗？哦，他开了什么鬼东西啊 ？Kimono 啊 ，K， 他开了什么？哇，他们这是什么？直接一上场就是防御力 up， 而且消不掉的。买回则 NP charge 增加。哇，尼托这个比较麻烦。欸，尼托的宝具我记得有低几率击死，对，低几率击死。可是你也知道，在敌人身上这个低几率基本上跟那个什么，跟那个什么毛是差不多的。好，我来思考一下。好吧，先叠一下好了。吕布倒好解决啊，吕布最多两腾起来，然后我直接让他跟……等下我想一下，吕布是二，第一回合会变二，然后变四，所以要两回合 charge 起来，这样跟尼托应该是会在同一回合结束的样子。对，应该是。哇，痛！这样的话应该有机会两只一起接招，如果这样两只可以一起接到的话就很保险了。对，我试试看。哇，叠两层防御，我干，不要那么下流好吗？OK， 然后所以等一下吕布跟他会一起用，然后我就可以直接用脸接，然后接下来开宝具一次让他们去吃屎。嗯，完美的计划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那说是这么说的，说是这么说的。不过尼托那个，我怕的是等一下尼托万一那个宝具挤死，虽然我知道几率很低啦，那是比较保险的做法。试试看，试试看吧，试试看，试试看，赌一赌，赌一赌，赌一赌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不会被击死的。嗯。然后梅林再开一个这个。不过比较麻烦是尼托叠两层防御耶，哦，这烦呢，这讨厌呢。我惹你了没有啊？你跟我这个，哇，好，好，虽然计划有变，没关系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虽然计划略有一点变，然后。那我看一下哦，学妹已经开了 ，OK， 学妹开了技能，那就用技能的无敌来保学妹好了。然后这样学妹就不会挂，然后先集中火力在这只身上吧。哇，嗯，其实 B 卡暴击率比较低的话，那拿暴击率比较高的卡好。这样扫下去看看，有一点啊，其实我应该把天地特工开下去的，有点失策，应该用那个梅杰特之眼算了，应该也没差了，应该也没差了，啊，他有没有那个跟啊？没有，好，结束了。啊，糟糕！这一次好像有点简单。好了，这次好像就是一个火力的比拼而已。嗯，啊，这次看起来就是一个火力的比拼。那我打完自己的感觉，应该是有带上伤害加成礼装，应该就
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啦。那没有带伤害加成李庄应该就比较难，对，因为光是吕布那个71万血就很猛，我还是不知道他那个侵蚀率到底什么意思，120% 是怎样，护鱼率120%初级吗？对，好吧，好啦，打完了啊，高难易度，没有什么，这次没有什么比较惊艳的地方，可能我之后有空的话啦，好不好？因为你知道现在，对不对？冲着推荐指南6都还没推出 ，DNA 你有空个屁！好，那反正有机会的话，我可能再找其他队伍来试试看吧，好不好？好啦，那这次的高难易度复刻 Cyber Wars 影片先到这边，那之后会不会还有比较有趣的打法，我们再看看，好不好？那谢谢各位收看，那我们这次就到这边，下次影片见咯，有任何的事情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提出，拜拜。